富婆姐姐给我补的生日礼物。送你的生日礼物啊，喜欢吗？哎姐，这啥地方啊？哎，你别管了，跟我走就行。哦，那你等会儿，我把电动车锁上。袁总好。你好，来，请喝水。谢谢。哎，都准备好了吧？嗯，都准备好了，手续已经办完了，咱们今天就可以开走了。嗯，好，辛苦了。没事。不是，姐，开啥呀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啊？来，咱们这边请客。好。小航，这生日礼物喜欢吗？啊，不是姐，这是啥意思？送你的生日礼物啊，喜欢吗？啊。袁总，这是车钥匙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小航给。姐，这是我的啊。嗯，是的，张先生，恭喜您成为尊贵的勇猛者车主。啊？啊什么？上车看看。不是，姐，这个是不是挺贵的呀？哎呀，钱不重要，只要你喜欢就行。不是，我不喜欢，姐，我那天说着玩呢。小豪，这是我第一次给你过生日，也是第一次送你礼物，你可不能拒绝我呀。不是，姐，你现在都没有工作了，这，咱们省着点花钱呗。我还能一直没有工作呀？不是，那等你找到新工作咱再送行吗？你现在就算了吧。钱都交了，要是退的话可退不了全部哟。不是，哪有这么做生意的？哎，我去找你们唠唠去。小航，我们不也是需要一台车吗？是不是？难道你还想骑着个小电驴带我到处跑呀？不是，我知道，那咱换个便宜的不行吗？哎呀，这台车比我以前那两台便宜太多了。不是，那这会儿咱们这个情况，哎呀，这车我也挺喜欢的，是幸好坐着还舒服。不是，那姐，你再考虑考虑吧。不用考虑了，以后你还做我司机好不好？行吧。袁总，你在这里是可以吗？哎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开走吗？可以的，袁总。嗯，走，小豪送我去面试。哦，不是，姐，那我那电动车。啊，你停这吧，我一会儿安排个人帮我开回去。没问题，袁总。走吧。哦。